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美食啊，来自我们崇明岛沪食这家企业的窑体。这个一袋呢是350克，开袋即食。我个人感觉呢，上次吃下来味道特别棒。真空独立包装的窑体，那里面是这个样子的。那它不像有一些真空包装的酱鸭呀、什么鸡肉啊，一切啊里面全部都散架了。那它这个还是很完整的，刀工不太好啊，大家就凑合的将就的看一看就可以了。可能厚薄不太一样。好了，朋友们，我搿只小弟已经切好了啊，侬看叫马香菱伐？灯样，搿只小弟哦，他是去骨提胖，嘎筋嘎骨的，肥瘦相间。闻起来真的是很香，老香老香的。开袋即食的小弟，阿拉现在尝尝味道啊。那上面是肥肉，下面是瘦肉，瘦肉也很紧实的，肥肉也很有嚼劲，醇香四溢，吃起来糯叽叽的，挺不错的。这个菜过年当冷盆，平时吃面条，吃点小酒，来都可以搭配的。过年了，快去囤几包吧，冲啊！